所以给他一直发信张英宇同学。清级了，清级张水仙，我们看看。哇塞，什么鬼？太脏了吧！哇塞，哇塞 ，Daddy， Daddy 跌水着什么？什么？什么鬼？我们家是怎么样？头发，哇塞，超多头发脏东西，什么鬼？